咱们这几日先不住在东宫，将胡符带去紫扣城院。虎符不见了，我实无办法，大不了我去找父皇，承认虎符是我弄丢的，保全母后与殿下，自己去死。那怎么能行？杨夫人，你们既已回都城，为何之前不去东宫做？殿下可是总念叨的女孩，想要见上一见呢。此乃东宫送来的辞别礼，太子殿下第一次离别之礼。九个皇宫可死，他过得生不如死，全都是白云所赐。你的夫人，这十个女人差不多生不死，白天下很多草。就是因为你，九龙军生了数十年，侍妾赠送了十亿，我不能。